channel， 我是你们最爱的女神。OK， 今天这集呢，就是我突然间想到，我太对不起我的朋友 Richard 跟文妹啊。这些年呢，我都好像没有好好请过他们吃饭，所以呢，今天呢这一集呢就是要请他们吃饭。可是我们会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吃饭。我的朋友呢是开水果店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先要谢谢我们的干爹，特别感谢我们的鲜果小铺成为我们本次的场地赞助。想要买新鲜好吃的水果，记得找他们哦。也要感谢我们的天辣，谢谢他们赞助本期的食物。告诉你们，这里的酸菜鱼超好吃的哦。OK， 就是谢谢我们这两个金主爸爸，我们的鲜果小铺，还有我们的天辣酸菜鱼，谢谢你们的热情赞助。所以其实今天的一切呢，我是不用出钱的。讲到那个很特别吃饭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我特别好跟鲜果小铺的老板，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冷房，就是那种超冷超冷的那种大房间。OK， 我现在先带你们去看那个冷房间 ，Let's go。冷房就在后面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几度。OK， 所以里面的温度呢是5度，我就决定了，等一下要在里面请他们吃饭，所以我现在先带你们去看一下冷房先，走5度的冷房。我觉得我妹他们来一定会打我，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讲在这里，我只跟他们讲我要请你们吃饭嘛。就是这里了，然后这里呢就是他们放水果的地方，我们就会在这一个空间摆张桌子、放椅子那些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吃。我还有准备另外一个道具，坑他们的钱的道具。这个就是我准备的道具。如果他们在里面真的觉得太冷的话，我有准备了一些衣服，明码标价。如果你要拿这件的话，就是50啊。然后这个超厚的，我觉得这个我妹一定会拿。这个是100，围巾是30。可是我妹最近很穷，我就看她会不会是想要因为太冷然后给钱买这个衣服，哎，还是她可以坚持下去。来，再一次谢谢老板，来谢谢老板。OK， 要买水果要记得找他们哦。这里他们的地址这里，所以现在我要等我妹他们来，他们来到这里一定是觉得很奇怪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、yeah! ！请问一下。是真的要请吃饭的，真的没有。我想到我们太久没有吃饭，我们要出来chill一下。OK， 第一个问题是吃饭怎么样排？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子开心的画面了。这是一个 vlog， 我有点好奇。vlog vlog， 不太，我现在不相信你啊。vlog vlog。第二个问题，吃饭怎么来这边？很明显，这个是跟卖水果啊。所以是奇闻怪事其中一集。来啦，走啦。奇怪嘞，这个没有没有，来。那边有什么好吃？有一种被抓的感觉。没有，真的，因为天气很热，我们在这里吃，很冷，里面那个地方是很爽啊。来，文妹，我给你开，文妹，来。这边吃的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我懂是什么嘞。开，文妹开。哈哈哈哈哈！进有两个人了。为什么里面已经有两个人？进去。还打灯。进去。哇。OK， 我们坐下来谈，我们坐下来谈。耶！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女神，我是怕冷的文妹，我是要被冻成猪的一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是要请你们吃的，是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吃嘛。你们看旁边，我刚刚已经有明码标价的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太冷，你们真的要拿那些衣服。白色那件多少钱？100块。你也懂，我们有什么拍片的经费了。Okay, okay.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从这边抽一点。啊，对，可是我很公平，看我自己也没有穿衣，现在这里是5度。我会抽烟的。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吃了。你为什么好好吃饭不可以一定要找这样的东西？小冰棒买的没那么贵耶。真的。哎呀，哎，不是不是。哎哎，在吃之前，我们先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天辣酸菜鱼。谢谢我们的赞助，所以今天天辣酸菜鱼呢特别赞助了这个手撕包菜、酸辣鱼、辣子鸡还有蒜泥白肉，谢谢干爹。然后今天的场地赞助呢是我们的鲜果小铺，谢谢鲜果小铺。OK， 这个还有一点热，这个我想先喝这个。没有，然后最惨的是谁啊？摄影师。我妹吃多一点哦，可能最后一餐了这个。
我们以吃完这个白饭为期限，吃完我们这场饭局就结束了。妹妹，你这样子胸部突然变很大。哎，那个摄影师如果要买衣服也可以跟我讲哦。我今天就是要赚一点拍片经费。然后妹妹你还好吗？有点夹不到菜，有点抖着，有点抖。我觉得我妹那边不冷，换位换位，哎，换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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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这里。我坐里面，我坐里面，我就。哦，原来我妹自己是最不冷的哎，而且我妹可以坚持不要买衣服哎。我可以吃完了就可以吃自己了，我总之我会吃很快。要买衣服吗？对啊，不要买，我没有content买哦。不买，买个围巾行啊。我已经30。OK， 不然这样子，不然这样子，那个辣椒干你吃5条，我送你一件。OK， 5条啊，我吃5条，你送我一件来。5条，我要送一个围巾。我要一件围巾。我要一件围巾。哇，我们赚！哇，没有喝水，不可以交出来呀、啊，交出来就背完。先恭喜你，我没钱给你。可是、哦、我没有带钱。那你下一集我会拍，我去给你拿钱。这30块啊，我没送你了。所以你今天就是不想花钱啊？不想。我要吃完了，我给你们看，我没有饭，我没有饭里面没有喝，他两个要吃完了。可以啊，你们知道我妹钱包怎样吗？这里是我妹的银行户口号码，你们可以进钱给她。他现在连100块这样的东西都不要买。他跟我讲，请吃，因为我没有钱啊，所以我才来的。我们在这里几久了？11分钟。才11分钟。这个 video 我剪出来要有10分钟啊，所以我们讲久要在这里30分钟。所以我今天的衣服卖不出去，像这一集拍片经费只有30块吧。刚好叫那个网聊小姐姐。刚好可以。有破破。对的。这一集网聊小姐姐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我没吃完了。吃完了。我们还没有吃完。没有吃完你不可以走啊。对对对。刚你讲我吃完你就可以走啊。讲啊。我们来吗？啊，这样快。我们要选票通过吗？啊，可以。我们没有吃完你不可以走。哎，我要出去了。应该是我碰你吃，那就这样吐掉了。你看我的背，没有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50，拿50，50块。50块呗。拿你的背还拿背拿50块。你要你给我这个啊啊。好，来我们来讲。啊。哎，吃饭有点无聊。嗯。我们看谁摆平。不要。我不要玩这个。输了100块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玩。我不要，你都流汗，你我不要。我不要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潦草的做完这个 ending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因为我妹不再抱她的。拜拜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爱你们。耶，米嗨的心，怎样爽吗，摄影师？别看，怎样爽吗，摄影师？拍不到，因为还没起雾。爽吗？没有，现在轮到你们坐在这里吃饭了，去吃吃吃。Time lapse 啊 ，Time lapse 啊。啊 ，Time lapse。爽了，感觉就像坐很久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条链这样我们就，你们加油。Time lapse 啊。好了，你们。